我是 Guinness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下面的订阅制按了没呢？快点按啦，你们的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。我们今天呢就会在大阪出发京都，我们前一天已经在 Klook 那里买了他的票，因为我们住电屋桥，他的站的票是可以在电屋桥站那里换的。我们的酒店门口就在这里，然后那个换票的东西就在我们前面，我们走出来是五秒。我哋搭几点车话？去几多点都得噶。哦，即系换咗就几点上车啦。佢而家入边攞飞啦，点晒头咁，应该系成功啩。OK， 搞掂。成功吗？成功啊！佢帮扫一扫 QR code 就即刻换咗两张飞啦。我食半熟鸡蛋饭团，呢、這个都好似好食喎，你食唔食呢个啊？吞拿唔系三文鱼饭团。嗯。我們一入了站了，搭京阪電車，我們現在上了車了，那呢去買那張票呢就可以京都大阪，今天全日都是這樣搭的。那我們買的時候呢在 Klook 那裡買呢，那就是49元一個人。那我們由這裡去福建道河站呢就是一個鐘整個車程。到啦，哪里？喺呢个地铁站啦，梗系啦，因为旅客区嚟噶嘛。我哋地铁站一出啦，唔使五秒啊，就已经行到我哋租和服嗰间铺头啦。京都爱和服，入去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哋啱啱换完和服出嚟啦，新潮喎而家。我揀紫色啊，之后咧我就揀蓝色、黑色、白色咁样咯。黑色咧极显黑啦，跟住白色摆落我度又有啲似底衫啦，跟住所以就最后揀蓝色咯。因为我哋喺呢度一早喺 Klook 订咗，就一个情侣套餐405元咯。剛才我在外面按電話的時候，這個位置越開越然後職員幫我整飯，他很小碎步啊，他平時是超音鼠，他現在要走小碎步。好了，我們現在去拜拜先，即是我們的願望，跟著之後他就幫我們燒了他200元，我們是小木條。它的作用是什么？是不是都是拜拜的意思啊？因为我看呢它每一个呢都是不同日子起啦，跟着上面呢有不同人的名字，即可能我捐钱，跟着之后就可以有个鸟居在那里。可能鸟居是类似镇压一些，这个是火影忍者图案来的。12号啊，出咗啦，出咗啦，26 ，OK， 你睇先，我攞12号，我攞咗啦，12号啊，好紧张啊，系咩啊？胸口吉，咁即系胸定吉啊？即系先苦后甜咯，好过冇啦，我都系胸口吉喎，啊，我26胸口吉。看过，我就是看得明白什么新闻咋。哈
系啦，啱啱翻译完咧，我呢个26呢个胸口骨咧，即系我成个人啊，就俾啲海藻吞没啊，咁就水流无止境，就系解过于迎合他人嘅意愿咧。呢个一个亡命之兆啊！我哋啱啱买咗个交通安全嘅预手，同埋一个系货合格嘅预手。咁我哋而家好似要拜一拜先嘅，帮佢开光一下。嗯。紫芋雪糕，这个是紫芋泥，里面就是雪糕。嗯，就是紫芋泥加雪糕，放一点雪糕。跟着他这间铺头主要是卖番薯和有雪糕选，他的menu不多，衣衫不整地吃雪糕。嗯嗯哎呀，点啊？点食？系嘛？唔系好甜噶。佢唔甜啊？佢净系得个芋头嘅甜咯。佢下低嗰个系雪糕咯，蛋糕仔。蛋糕雪糕，好似咁样。Hello， 我哋啱啱就还咗件和服，而家准备离开福建道河站。下一个行程系而家咧就去紧京都嘅八坂神社。头先咧喺行去八坂神社嘅途中，我哋行过咗一条路，佢叫做花见小路。咁咧佢入边咧系啲江户时代建筑嘅路咁样啦。但系其实嗰条路咧系私家路，所以佢唔俾進行拍攝，咁所以就冇辦法啦，我哋冇影到。咁但係大家有興趣上嚟嘅話，就自己嚟體驗一下啦。今日係神社放題，係咪正前方嗰個咧？係啊，八坂神社。呢、這個八坂神社同南波個係唔同嘅喎。京都呢個八坂神社個規模咧係再大啲嘅嘛。今日你係京都啊嘛，都好靚喎。日本啲神社都靚噶啦。咁佢有唔同特色啊嘛，唔同顏色噶嘛，佢係頭先嗰間係狐狸，呢、這個唔係狐狸。而家開始入客咧，啲遊客準備走啦，已經。我哋而家先嚟。係啊，啲團咧走啦，所以我哋可能入到去咧會比較少人都唔定。呢只似獅子喎。係咪冇獅啊？啲 friend 啊？係啩？去完八坂神社，然之後喺附近就揾咗間食日式燒肉嘅地方。咩意思啊？敷啊，冇啊。啱啱嗰間咧咪入唔到嘅，而家見到第二間咧，食壽喜燒。而家又係想去搏下，睇下有冇位。好攰啦，已經行到。連啲燒肉鋪都可以收六點收七點。佢咧呢幾日到咗夜晚冇咁多汗嘅時候，塊面咧就開始有啲鹽嗰啲粒，因為佢朝頭早啲汗乾咗。真係第一次啊！我真係第一次食啊！雞肉刺身，謝檸檬，謝檸檬仆街。呢個係雞胸，呢個應該係雞髀，好緊張啊！嗯，同生牛肉比嘅话系咩感觉？或者同其他刺身？讲真咧，佢有鸡，其实系冇味嘅。
個味全部係嚟自於個檸檬同埋鹽嘅啫。然之後個口感咧淋過生牛肉，因為生牛肉咧，我唔知係因為我哋食嗰啲 cheap 啊，定係啲位好多筋。呢個咧係完全冇筋，食落去好腍，唔知點咬。同埋其實佢食落去同魚刺身嘅口感其實差唔多咯。我而家呢個係雞髀，我雞髀都試下點豉油先。點豉油有似食魚啊？佢個雞皮輕輕地咧，用火槍燒過，所以係好大陣嗰啲香味啊。跟住咧，嗰個肉質咧係偏韌嘅，即係韌過雞胸肉。但係因為佢燒過之後咧，再點豉油啦，極好食。成劈豬油，呢個應該係油脂鹽。他逐樣逐樣幫我哋燒。整個都是泡嚟嘅喎，好複雜嘅口感。我飲緊啲泡咯，好似有隻雞喺我口度沖完涼出嚟。韌啊，等佢食到啊，個韌，嗯，嗰個內臟嘅味好好食，好味啊！意外地嚟咗一間好值得推介嘅餐廳，因為牛嘅 sukiyaki 大家應該食得好多，專食雞嘅 sukiyaki 應該冇乜。我哋啱啱食完咯，超滿足啊！跟住咧，好癲啊！佢哋啲服務真係啱啱咧，我哋頭先影咗佢哋點樣即係 serve 我哋啦。跟住我哋走嘅時候咧，佢仲要出嚟幫我哋撳鈴，跟住係要陪我哋等鈴，跟住目送我哋離開，鞠曬躬係飲死拜拜咯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咧食完嘢咁就翻返去大阪噶啦。好啦，我哋呢條片咧就去到呢一度，咁記住中意嘅咧，記得撳翻訂閱同埋 like 同埋 share， 我俾其他人知，仲要 follow 埋佢 IG 啦。我 IG 得噶啦。係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拜拜。